在工作中意外受伤导致左腿轻微骨折的白百合，昨日主管与王祖蓝现身综艺《王牌对王牌》探班现场，新闻队长带伤上阵，因脚伤在游戏中享受搭档王祖蓝体贴放水，被大赞拼命三娘。而回想起当日受伤，白百合直言疼哭了。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拍出来效果还好吗？其实那个时候百合已经受伤，我们在组里就开会啊什么的，然后原来百合在那边已经痛到哭了，但是他就说，哎呀，我不要阻拦，但是你等了，完了，他那天还刚受伤，然后又赶回来又拍，哎呀，我又觉得不好意思，他又说，他不说你是怎么等啊，我们都是在开会啊，无所谓，真的不要勉强，但是他那天还是就是扛住了，然后就从医院里面赶过来。就是你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礼拜的那条短片，短片里面你完全看不到他受伤，所以我觉得这太拼了。因为我在现场上觉得很想哭，因为我问我工作人员好几次，你说我特别想哭，因为太疼了。一个是也没有检查出来是腱炎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到了医院医生说你的脚裂了，然后我就打。因老公陈羽凡也在日前的训练中意外摔伤，锁骨骨折。白百合现场谈及受伤后的生活，感叹还是儿子元宝最暖心。我要想说，想要靠一个人，骨折了。